的目标只有一个。我们现在变凶，因为我们现在等于是在调整的阶段。对，我们会有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最轻松的。对，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一周每个月只练一次。所以今天练的是凶，凶的部分我会抓顶多五个动作而已。那刚刚热完身了，我们现在开始练。今天身体会从上中下。Okay. 那主要我的主要会以上为主 ，OK， 然后中为主。开始每个动作我只做三到四组就好了，那重量不会太重，10公斤，来。应该更多很多选手，其实他们使用重量就远远大过他们控制的重量。对，我觉得这可能比较恐怖的地方，就是说会一个重量的迷失。他这个重量没有办法达成你的训练目标，我们目标已经健美了。对，那可能就不是他们要的东西。其实很多时候，就像我们用，相对于来说，别人用重量还要轻，那其实你要去控制它，甚至要离心，甚至。你没看到好多在加压或什么，那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对，对啊。当然，它有一定重量才行。对，你才可以做到一个刺激。对啊。但是如果重到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，甚至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就只是做这个动作，肌肉感受度都已经不见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比较危险。对。三。四、五、来六、来再来，别去做了，来。OK， 可以了。下个动作，我们下个动作用器材了。好，我刚刚按摩完，我发现一家非常非常厉害的按摩店。我觉得虽然现在我很累，然后很乱，但是。我要推荐给大家这间按摩店，在新竹。
现在算是第一个阶段的训练，所以我们就会比较要求动作的完整性。那通常我们会做到半程的时候，我会抓在第三个阶段啊，叫备赛的阶段。OK， 这种方式哦，我是不希望大家学，因为这个半程这种模式很吃控制力跟那个节奏，一般人是很难拿捏。而且半程如果你是我重量不够重的话，那半程意义也没有啊。来。好，来两下，九，再一下，推，OK， 好，好 ，OK， 上腹已经练完，我们来练胸大肌，一，来，二，来三，如果他可以的话，十。他会去做那些可能比较有些花俏或干嘛，对，花俏或者是比较，我觉得是有点特技的动作。对我们来说，每天做一样事情，才是进步的最快的法则。来，两下，九，这是最后一组喽。再一下，十，好了，好，可以了。再强人都需要这个保护杠。对，没有错。我觉得再强人或者再有经验的这种保护措施都必须要做好。嗯，因为有时候自己没有发生过突然滑掉的这种事情。对啊，就是就算没有什么生命的安危的危险啊发生，就是扭到啊或闪到腰或什么之类的，只要一点伤，很容易就让你可能很长一段时间。都没办法好好训练，这是突破，就变成一个心中的遗憾。对啊，来，四，来，来，啊，六，哈哈，来，两下，两下，再一下，哎 ，OK， 好。啊，这两练你自己也经历过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当其实两练如果说第一个月就已经调到你觉得可以的状态的时候，就不见得要再一天两练了。所以要看，还是要看状况。反正把它尝试成，然后把强度提高，就要看你那时候什么状况。对，就是我们还是要维持那种精神状况，不要太差。一天两练，其实你撑这第三个月是很痛苦的，非常痛苦的。因为到后面就是可能连睡觉都有问题。真的，
再一下，再一下。好 ，OK。好。先宣到这边，胸的训练，五个动作，然后多一个三头的动作。对，量会慢慢增加。OK。但是我们大概前一个月都是胸会这样的基础训练。OK， 好不好？轻轻松松。